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我怎么样啊？我们公司案子很多，哎，包准你哦，数钱数到手软了。我看啊，他可能卷款跑掉了啦。凯奇不是这种人。谁说他们不在了就不能说话？凯奇，我只不喜欢人家碰我积木。 这个白白的东西是什么啊？他只是要我陪他。